公元前333年，中国处于强秦和六小国分治的局面，纵横家、苏秦、游说六国结成战略联盟，共同抗秦。虽然联盟结成了，但六国大多无法坚持履行承诺，因为他们发现联盟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。几年后，秦国成功地粉碎了联盟，逐个灭掉六国，最终统一中国。如果当初六国能够理解联盟的重点是在为了防止家国灭亡的命运，而非关注既得利益，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就此改写。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趋利避害，给我们的启示是竞争是动态的，战略制定不仅要考虑其所带来的好处，更要考虑被对手抢占先机后所带来的弊处。来听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周东升教授怎么说。博弈论是一门研究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制定战略的学问，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决策都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。博弈并非只是尔虞我诈的竞争和冲突，对企业来讲，任何一个损人利己的战略都会招致对手的强烈反应，而对手的反战略又往往会使原有的战略失去效用，到头来大家什么都没得到，最终导致囚徒困境。拿现在大热的共享单车为例，目前市面上存在30多家共享单车品牌，为了争夺客源规模拉开价格战，可以预见不出几年这些公司最终仅有2-3家幸存。所以正确的博弈应该既有竞争又有合作，要创造性地引入各种参与者，扩大游戏范畴，一起把市场做大。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，奥运会吸引了万众目光，但你可知道总做亏钱买卖的奥运会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才真正改写了烧钱模式。奥运会怎么赚钱？组织者尤伯罗斯通过运用博弈之道改变5个要素，大大提高奥运会的参与价值。游戏规则，尤伯罗斯定下了一条独特的游戏规则，转播权的拍卖价格由观看节目人数决定。他邀请美国3大电视台 ABC、CBS、NBC 参与竞拍，最终全世界超过25亿人收看了奥运会电视转播，获得转播权的 ABC 为之付出了2.8亿美元。参与者，尤伯罗斯通过大力建设奥运村，邀请了来自非洲、亚洲、东欧等国家的选手及各国高水平运动员参与，营造激烈精彩的赛事，以此获取更广泛的关注。参与者的价值，尤伯罗斯制定了每个行业只准一个，至少付400万美元的赞助商规则，通过制造短缺限制参与者，吸引了当时各行各业的大佬以独家赞助权形式参与奥运会，提升了参与者的价值。游戏策略，同时尤伯罗斯还创造性地开创了市民火炬接力跑活动，公开选拔火炬接力选手，提升奥运会在美国普通人心中的认可度。最后火炬接力历时83天，穿越33个州，由3636名火炬手完成传递，而这一策略也为这届奥运会带来了1100万美元的收入。游戏范畴，国际奥组委因此推出了全球合作伙伴计划，进一步扩大了奥运会的游戏范畴，从时空上为奥运会的核心目标客户跨国企业赞助商创造价值。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有效实施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取得空前成功，从此奥运会承办正式走上数钱模式。再来看看生活中的博弈论，每年双十一电商购物节，商家们降低售价，舍弃利润，招揽大量销售额，这在消费者对电商并无认知度的早期，为电商制造了话题，为厂商带来了新的渠道。但8年过去了，双十一促销逐渐陷入了一种骑虎难下的囚徒困境，除了拥有既得利益的极少数商家外，真正笑到最后的剩下某宝一家。当你向别人传递某些信号的时候，先问一下自己，这个信号对自己是否有成本，只有有成本的信号才可信。说白了，博弈的本质就是舍得，先舍后得，在做决策的时候要懂得适当放弃，要激励更多参与者一起做大蛋糕，只有蛋糕变大了，才有可能获得持久的共赢。汇聚全球智慧，提升国际视野，中欧5大精品课程与你同行，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。